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48页第6行开始。经文先念一段：佛告大王，如见变化，千改不停，物质如灭，欲灭失，如至身中有不灭也。这个就从这开始，这一段还是继续上回不是你往讲的。那么他想到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年龄啊，一年一年的在那里变化，那么最后呢，总之要整个就是变灭了啊，这个就是死亡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前面他这个提到了，在接触佛法之前呢，曾经呢这个学过这个外道，已经外道的那个知见，所以他引用啊两位外道啊，就主张这个人死了就是断灭了，断灭的知见，是前面那一段。因此佛就问他啊，那么这个引起来啊他这个年龄呢一年一年的变化。那么最后他是他这个身体呀、总是要变灭掉的。所以在这个开始呢，就接着上回讲，佛告诉他你呀见到这个变化，你已经看见到已经了解了，千改不停啊，千这个千字啊就是那个万法啊，生生灭灭的啊，都是在那个没有一时一刻在那里停住的。所以就拿这个千字啊来说明，千字呢就是啊，他这个就像一个旅行的人一样啊，他的行动啊一直在那里不会停下来的，这是不停。那么你又了解这个物质如灭，你领会到了，你将来一定是这个生命一定是消灭掉了。可是你应该知道，就在这个灭的时候，灭了以后，如至身中有不灭，那么你知不知道啊？这个灭的是这个身体呀、啊。那么身体虽灭了，可是你身中有不灭的一种这个那种这个见性在内，那你知道不知道呢？这是佛这样问他。下面不是你王就答复了，不是你王何长薄佛，我是不知啊。佛言，我见世如不生灭性。那么这一段，这个不是你王就合掌啊，这是那个时候应有的礼貌。合掌之后，然后就是答复佛问的话。答复佛问的话呢，佛是问他了，那么你在这个生灭之身中啊，也有不生不灭的这个不生灭之性啊，你知道不知道啊？问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不生你王当然知道啊，
不是你娃哪哪里不知道的，不过他这里是代替众生不了解道理的众生来讲，尤其这一段呢是这个主要的意思啊，是要破除那个断灭的知见的，嗯，所以他说啊，我是不知啊，我是在不知道还有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性在当中啊。然后佛一听这么说，就说啊，我今世如，我现在呀，你前面说要请求开示吗？那么我现在就说说给你听，那么告开示给你听啊，有不生不灭的叫不生灭性，那么性这就指的那个见性，也就是本性啊，本性那么就是它不是变化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嗯，凡是不是真实的呀，就是生灭法。讲到真实法呢，嗯，它就不生不灭的。修佛的人的话，要破除这个断灭之见的话，这个必得要了解这个。如果这个不了解的话，那就跟遇见那些外道一说。把这个生命的事实一讲啊，哦，这是事实啊，这个天地间哪桩事情不是生灭在那里迁移的，粗浅的讲万物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啊，这个冬天就是凋零就灭了，讲的更微细的，我们一个人的念念都在生灭啊，一个念头生起来了，接着就要灭下去了，嗯，那么这个道理都是事实，你只懂得这一面的这一个事实的话，那就是走上堕灭之间的，那这个三世因果建立不起来，那这样的话很多的恶业它就感召恶业了，嗯，得感召啊，因此啊，修佛的人呢，必须要了解，在这个生灭之中有不生灭性。哎，那换句话说，不生灭性啊，绝不是跟着生灭啊一同啊，生灭有生有灭，不生灭的跟着生灭，不是那样的。生灭再灭再怎么样的这个变化。不生灭始终是在那不生不灭的，所以在这里佛告诉不生灭王，我现在就告诉你有不生灭的这个不生灭性。不生灭王就说是不知道，不知道佛就再问了，佛言我这个下面大王啊，如年即时见恒河水呀，王爷，我生三岁，慈母惜我，夜起坡天，经过此流，儿时即知是恒河水。那么佛就问这个不思涅王，他说你呀，在几岁的时候，就是如年即时啊，就问他你在几岁的时候见到了这个恒河水。恒河呢是印度一条很长的这个河流，佛在那时候说法的时候啊，咱们就这个眼面前所石油的这个接着这个恒河水呀、举例子，那么因此呢就问呢、你什么时候几岁的时候看见这个河水。
不思涅王就答复了王爷呢，我剩三岁的时候，我生下来到了三岁那个年纪的时候啊，慈母我的母亲呢喜我，就带着我，带我干什么呢？夜这个起菩提，也就是是这个拜的，就敬业嘛，敬业去拜这个齐伯天。那个时候就经过这条河流啊，儿时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知道这是恒河的水。这个在印度那个时候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民间的信仰啊，他这个建立这个侍奉这个长命的这个天人，天上的有的寿命很长的，在天道的那个为什么要侍奉他呢？就祈求自己的寿命呢活得很久。这里这个齐菩提呢，是指的啊，在这印度那时候啊，民间建立那个侍奉齐菩提的一个神庙。那么一般的小孩子生下来啊，他的父母啊，就带这个小孩子啊，到这个神庙里边呢去拜这个天神，那么祈求这个小孩子啊，将来是寿命活得很长，是那个时候风俗。所以在这里讲呢，生下来三岁的时候啊，由他的母亲带他去谒这个齐伯天。那么这个那个时候他就看见了恒河水了。那么佛用这个恒河水呀来问波斯匿王，这个主要的意思啊，是叫这个波斯匿王啊，从那个水是流动的，那是变化的，是一时一刻不会停住的，那么就要从这个变动的这个水呀，认识由不变动的，由不生不灭的，不变动的这个见性，用意是在此。波斯匿王答复了佛，说是见到过，而且三岁就看见到。下面佛就再问了，佛言：大王啊，如汝所说，二十之时衰于十岁，乃至六十，日月岁时念念千遍，则如三岁见是何时啊？至年十三，其水云何？那么这个时候啊，佛就根据他所答复的，然后就问了，那么如同你所说的，刚才你三岁就看见这个河，而且是前面你也讲过一年衰入一年啊，十岁一十岁过，没过十岁就衰了啊，所以说是你前面讲的二十之时啊衰于十岁，那么以后呢三十岁当然是又不能跟二十岁比，四十岁又不能跟三十岁比，那不要这个以那个十年十年的来算呢，所以用乃至这两个字，从二十之时衰于十岁，乃至啊，这个衰字要注意啊，那么你不要拿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所了解的这个道理来辩论呢啊！这个二十岁怎么会衰于十岁呢？
那十岁正在这个长到二十岁成年，正是在这个强盛期强壮的时候，怎么会衰呢？这个衰字不是那么个讲法，衰是讲这个变化的意思。所以从这个哲学的这个观点来讲呢，我们现在看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了，生下来啊，你一长一大的祝福他，其实啊，就哲学观点来看，那个庄子就讲方生方死，就是一个人生下来呀，生下来就是生一天就死一天，生一天就死一天，生死就是几乎就是同时的，你有变化就是一个变化就是一个生死，所以这个衰死就这个变化来讲的。那么这个二十之时跟十岁那个时候变化当然不同的，三十、四十、五十乃至到六十，这意思就贯通了。到了六十的时候呢，那么日月岁时啊，无论是就一天来讲也好，就一个月的时间来讲也好，那么一年啊，那么十这些个四十，念念变迁呐，那个日月岁时是这个非常粗浅的那种变化的这个粗相啊。讲到维系的相的话，那就说我们众生念念都在那里千变呢。为什么千变呢？这个讲到维识就知道，维识讲那个缘呢，这个有一个缘，你这个前面一念升起了，你马上就要消失掉。前面那一念的话，如果不消的话，后面那一念呢就起不来的。所以那个念念那个千一个念头升起，接着立刻就是这个就是灭掉的话，那么就引，它有引导的作用，引导作用就是千变的作用。前面千，后边再出来，这就是念念在那里千变呢。那么你这个众生念念都在那里千变的话，则如三岁见此何时啊，你当你那个三岁的时候，你见到这条河流的时候啊，到了你年纪十三的时候，过了十年，你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啊，其水云何呢？你这个你看看那个恒河那个水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这个不同的。佛是这样问他，而且是这样问，不是你王就答复了，王言如三岁时完然无异，乃至于今年六十二亦无有异。不是你王答复佛说了，那么这个佛前面问呢，你三岁看到这个河的时候，到了十三岁的时候，你当然还是看见这个水，看见河水，看见河水怎么样呢？人和你看的怎么样？有什么变化呢？王就说了，如三岁时啊，那就说我十三岁看这个恒河的水呀，就跟三岁的时候看见水是一样的，完然无异。完然就是啊，很显然的呀，没有不同的，还是一样。
不但在十三岁呀、啊，啊，这个当中也说二十三岁，啊，过说你二十三岁，再过说你三十三，啊，四十三、五十三，这个中间就把省掉了，用乃至两个字就是略过去了。乃至于今呢，到今年年六十二了，那时候真是不是你往六十二岁。今年六十二岁，一无有异，还是没有不同的。所见到这个恒河水呀、啊，还是那样的那个水。那么这一段呢，这个佛问的意思，哎，以及波斯尼王在这里答复的这么这一段，就显示出来了。佛拿这个恒河水让波斯尼王来答复，意思就是让这个波斯尼王啊，这个了解他的这个，你看这个河水用什么东西看呢？是用见呢、啊，见性啊，用眼睛看呢、啊。眼看的时候，眼看这个在前面就分开来了。眼看与那什么呢？是心起的作用。心里，那么这个讲到见性的话，对，这个虚妄分别的心呢是变化的，随着念念在那变化的。那个见性啊，绝对没有变化。对，所以在这里看呢，佛请问他，你看见那个河的时候啊，水怎么样？就要引起了这个波斯尼王啊，啊，自己想一想，你拿什么来见他？见这个水，那当然是用这个眼看了。眼看的话是凭什么看呢？只是见心啊。我们凡夫不了解，看就看呢、啊，殊不知道只有见心的来发生的作用啊。见心是没有分别的，所以现在答复来了。这个年六十二还没有，那个水还是不同的，水不同啊，表示你的见心就是没有起变化。答复以后，佛就再问，佛言呢：如今自上法薄面周，其面必定昼于童年，则如今时。观此恒河如与其同时，观河之水之见有同貌否？王言不也，世尊。这个佛就问呐、啊：“你呀、啊，这个今自上，你现在自己感觉很悲伤啊？为什么呢？”一般世俗人都说嘛，老大徒伤悲呀、啊。一个人到了这个年纪老了，就是自自然然的感觉这个悲伤。任何凡夫众生都是如此啊。他说他的这个人中的再怎么样的强人，就像秦始皇那样的多么强啊，到最后感觉到自己呀、啊、这个是活不多久了，所以他还是请找了一些这个神仙呢、啊、求神仙，求一个长生不老，那管用吗？不行的，他不懂得什么是生灭法，什么是不生灭法，想把这个生灭的这个法变这个延长始终是不一直活下去，这怎么可能啊？所以不了解这个，哪一个众生他的学问这个再高，在这个
人类社会当中他的这个怎么样的才能，到了晚年他都有一种这个自伤啊，自己感觉一种悲伤，悲伤的活不太久了。所以佛告诉他，你现在自伤，伤的什么呢？头发也白了，面貌啊也起了皱了，这个皱啊就是一个老年人怎么能跟这个年轻人相比呢？年轻人的这个气血充满的呀，那个面貌不会皱的。那个人一到年龄，气血就衰了，气血一衰啊，那个养分供给不上，头发自然就白了，气不充足的话，气血不充足的话，比如说是面貌皱啊，身体的皮肤也都是，这个起了皱了。所以这个其面必定皱于童年。你现在60几岁的时候啊，面貌起皱啊，那当然是必定是比童年的时候啊，那不能比呀。那么在如今时，上面是讲的这个生灭的，生灭的必然的，任何人都是如此。那么就是那么下面就讲呢，你现在观此恒河，你看这个前面那条恒河，你看看。与其同时，与你往年那个在他儿童的那个时候啊，观河之间呢，这个间子在这里佛就说出来了，间什么间？是能间，河里的水是俗间的，是个境界。你能见的这个河水的能见的见呢，你看见河的水这个观河这能见的话，有同貌否？就是讲的见什么，你那个见能见的这个见呢，有没有童子跟这个老貌的这个分别没有啊？你的年龄啊，这个头发老的是变白了，面貌是变皱了，面的皮肤啊变皱了，你见的时候啊，跟那个童子的时候的见啊，童子时候这个见跟这个老貌的时候这个见呢，有没有不同呢？王爷不爷啊，师尊呢、啊，王大不大，没有。那我能见的这个见呢，没有同貌之分的。那么又换句话说，我在童子的时候看见这个河水呀，我还是这个见呢。我今年62岁看见恒河这个水，还是凭着我能见。我这个能见，现在的能见跟过去3岁的那个能见的见呢，没有变的，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不是涅槃呢已经说出来了，他的这个见呢，能见是没有变的啊，能见没有变呢，下面师尊就告诉他了，佛言呢，佛就上面那个世尊是两个字，是不思涅王，是称呼佛的。下边呢，佛就说了，佛言大王呢，如面随皱啊，而自见经性未增皱啊，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原无生灭，
云何愚忠受辱生死而有隐蔽莫且礼等都言此生死后全灭。佛在这个时候啊，就正式开示他了，开示他在这个生灭变化是什么啊，不生不灭的就是不变的是什么了。所以佛说了，大王啊，如灭虽咒啊，你的这个灭呢虽然起了皱纹了啊，而是见经心未曾咒啊，你的这个能见的这个见呢，能见的见为什么叫见经呢？哎，见所谓见经前面还画过表，那就是说这个我们每一个众生啊都有这个本性的真如本性，就是因为呢对于这个真如本性啊不能够明了，那就是大乘起信论里面所讲的呀，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这个起了念头而不能自觉的话，就变成无明，无明一遮盖了，然后就生出了这个三种维系的相，对，这样就变成啊，把这个本性本来是如如不动的，是光明的，由于无明这个起来一遮盖的话，那么这个把这个本来光明的变成无明啊，那么这就是变成实了。虽然变成实啊，我们讲唯识的时候是讲这八个识啊，八个识有根本的，根本识就是第八识，这第八识在前面那个表里面讲啊，就是一精明啊，精明之体啊，这个见经里边就含有精明之体，那就是换句话说，第八识它一再是有生灭法，一再在这个生灭之中就有不生灭法，整个含藏在这里，在当中。那么这个见经啊，就是指的第八识里边的那个给精明呢、最光明的、最精粹的那种这个那种精神，指的就是他的心。所以说你这个面貌虽然皱啊，而你这个第八识里面那个见经的这个本性啊，有没有皱啊？未曾皱啊。第八识还有变化的，可是第八识含藏的那个见经那个本性未曾皱啊，从来没有皱过。那么这就是分清楚了，面貌有皱而见经没有皱，没有皱，这下面就是说了，皱呢，皱者它是生灭变化，不会停止的，它是变化的，不皱者非变呢、这个见性不起变，它不起皱的。见性即使谈不上皱，那就是不皱，不皱就是不会变的。那么在这个推演下来，即使变的呀、这个起皱是变的话，
那个边宅就要受灭了，这是一看就容易了解了，嗯。那么比不边宅呢，缘无生灭，这两句话就重要了，对。如果说不从前面呢一层一层的这个比较，啊，拿这个河水来衬托出来的这个显出来的见性，能见的见，由能见的见呢，跟这个面貌起周的话，这两者一个对比，谁知道不变的是什么了？没有生灭的是什么了？凡夫众生谁也不知道啊。这个参禅的人就叫那个禅师啊，就叫做那个参禅的人，你参呢？参什么呢？参你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什么是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嗯，那参禅的人不会，那个禅师不会告诉他的。一告诉人，那是，那不是他的，不是他自己参悟的，没有用。必得要他自己呀，提起疑情啊，疑情就是发生怀疑。哎，我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父母生了以后啊，我这个面目，父母生了以后这个面目啊，好懂啊。一般人就是呢，从出生下来，一岁两岁到三岁到十岁二十岁，那么由这个变当中啊，要发现有不变的，不变的就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什么叫本来啊？本来就是不是生灭的呀。所以这里讲比不变者，那个没有变化的那个，那个见经的，他是这个原来就是本来呀，原无生灭，本来就没有生灭呀。其实本来就没有生灭了，云何于中受于生死啊？那本来就没有生灭的嘛。心经里面讲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指的什么？就是心经也是叫我们明心见性啊。那这是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其实不生不灭了，没有生灭了，你怎么说是在这个当中你在这生灭之中啊，而受生死啊，这个佛就告诉不思议王啊，你前面你自己很悲伤，悲伤什么呢？我这一年一年的总要啊，十年十年的摔下去，在讲到最细的时候，一年一年的衰老下去。到最后一定要是消灭掉了，消灭就是要死的。那现在跟佛告诉你，你那个你要了解生灭之中有不生灭的，不生灭本来就没有生灭，没有生灭的话，你不要因为你这个身体面貌在那里起皱，头发也白了，那个你不要忧愁那个。那个是自然的，那个那是这个生灭的现象。生灭现象谁哪一个众生免得了啊？生灭现象呢，即是有生有灭了。可是你了解这个那个精明的这个本性是不变的话，那既然是。就不会受如生死，不受生死的话就是没有生死。换句话说，你了解这个有不变的这个本性的话，
那就不要害怕了。怎么不要害怕呢？哎，生死呢是物质的一部分。对，物质是按照这个自然的状况，有生有灭的，是谁都是那个样子的。可是我们一讲到这真正的人生，真正的这个众生的他的这个是什么呢？本性重要啊！你学佛就是要开悟，悟的什么呢？悟的就是要你明了这个。自己有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本性啊，本性你明了的时候，那生死在乎不在乎它？本性明了之后，这个轮回也就自然而然就没有了。生死的假象，尽管它这个生灭的话，那就自然就是不会。先在这个理论上让他了解这个，了解这个之后，学佛的人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都一讲把这个经文也看清楚了，看清楚的时候，照说，那么就是不受生死了。在理论上说，理论上讲应该是不受生死，但是呢，我们这个境界没有转变过来呀。我们是只知道这个名相而已啊，知道这个名相的话，那我们现在从研究经文跟那个禅宗那个自己参悟了那个境界不一样的，自己参悟了真正见到本性的话，他信心呢是不会退转的。我们现在是经文上研究出来，只知道这个名相啊，那一到社会上遇见那个利害一冲突啊，我这个又忘记了，看见死人那我自己又害怕了，这个就是啊，只知道名相而已。所以知道了名相的时候，记住赶快用功夫，用功夫啊，各种的用功夫不一样。普通法门你无论哪一宗的时候啊，你必得把这个讲那个十二因缘呢，有无明啊行，这个以这个十二个这个循环不断的，这个当中最重要的要断出这个爱取。生一个人的生死不断呢，这个爱取这个最厉害的呀，必得要断出是贪爱，贪爱心的一定要断。贪爱心不断呢，比如说是不结婚，我就断了贪爱，不结婚你那个贪爱心的那个种子在那里，还是不能了生死。必得那个贪爱的种子都全部断了，那你后来啊遇见任何的缘，什么缘呢？别说人家的这个男女这个色相现前，就是天上的那个天人的这个男女色相现在这个面前呢，种子这个爱心的种子要断的话，那也心里也不会动念的，那就是生死就断了，那个十二因缘的这个生死流转呢，就不会再流转了。所以我们研究经文总得要啊，这个知道是什么，知道了这个理论之后，普通人的毛病呢，把经一看，哦，我的境界就是跟这个一样，拉自己呀、早得很的。所以这个是啊，佛告诉不思议王的，云何于众受辱生死啊，是不受生死了。
不出生死之，我们要了，这是要了解这个理论呐、啊。懂得这个理，一定要修啊。爱心不断是不会了生死的。那么爱心一断，什么时候才断呢？那修普通法门，小乘的话要先断见惑。你断见惑也多少多少，修了多少这个生死才能断？修完成了，在这一生一次断。这一次断了的时候，还有私惑。私惑之后啊，你再继续修啊，那不是一生能断了？天上人家，人家死了升到天上，天上死了以后再到人家来，继续连续的这个天上人家有七法生死，才能把私惑断，私惑全部断干净了，生死才了，这六道才出得去，这是分断生死。那么这个，所以这个这么麻烦，修大乘佛法了，要断这个分断生死以外，还有变异生死了，更久远了，所以要三大恶僧齐集。那么佛啊，讲这个普通法门，讲到最后，无论哪一宗啊，讲到最后啊，你要很快成就的话，必得学念佛法门。念佛法门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没有完全断，那个种子没有断，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到那时候自然很快就断了。所以我们把这个佛理研究明白了，对于念佛法门呢，不管别的宗讲了个法门再怎么高超高明，但是你要很快要出六道的话，非学念佛法门不可。所以同样这个是这个这部经，这个楞严经，楞严经你说禅宗的来讲的话，他就按照那个参悟的见到这个真如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了，不受生死了。密宗有密宗的讲法，其他这个华严宗这个各宗的有各宗的讲法。无论哪一种，你非断爱不可，这是基本的。所以这个在这里，我们对于净土宗这个念佛法门呢，那这个它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当生啊，这一生啊，我们都是彻底的凡夫众生啊。比如说私惑了、见惑，我一点一点、一分一毫也还没有断呢。如果这个见惑有一点点这个，比如说断了，你就是把这见惑稍微把它扶得住的话，那我们这个身见呢就不会那么严重了。我们现在这个，你想想看，我们在别人我们管不了啊，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吧。我们自己的话，比如说这个身体，人家侵犯打我一拳，我受不了；就是人家说了一句话，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份呢，有一点点的这个冒犯了我们这个身份地位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就不高兴，无名火就起来了。这个想想看，这个身见太重啊，身见太重，这个见火那早得很呢。那修道的人，这个自己这点功夫自己不能警惕的话，那功夫怎么用啊？那普通法门非这样用功不可。那念佛法门呢，这个也要，虽然是待业往生呢，当然可以这一生能成就，虽然这一生能成就啊，这个自己还要警惕。自己不警惕的话，
到了临命终的时候，障碍还是很多啊。障碍一多的话，这个知见呢不颠倒最重要。临命终的时候知见一颠倒的话，那就是不保险。你要到了是不颠倒的时候，就平常这个知见这个见惑你不能断的话，你要能够扶得住，见死惑都要能够扶得住，平常就要用功。平常怎么用功？那这个印光祖师说得很清楚啊，我们不能执理废事啊，理明了之后，不受生死了，不受生死是理呀。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的话，我们不能废除这个世修。世修就是正住双修，念佛的人必得要正住双修。就是云何于中受辱生死，下面就是再说两句，而有淫鄙莫切离等这些外道。在印度啊，那是个外道很多啊，其中有六种大外道。六种大外道啊，共同的一个是持断见，一个是常见。这里啊，前面布斯尼王是自己说了，前面有两种外道啊，都是断见。这里佛就再举另外一个目切离。目切离这个外道呢，他在那个时候叫自然外道。什么叫自然外道啊？说一个人众生，一个人任何一个众生啊，他造善业造恶业，都是自然的。一个人是他是享受也好，享受这个福报也好，享受这个苦果也好，都没有以前的什么因呢、他是不讲不注重，还是淫鄙莫切离等，把这个外道这些个六个外道这个当中啊，他们有几个都说啊，此生死后全灭了。他们那些外道说是一个人死后啊，什么都灭了，意思什么都没有了，就断灭。这个你了解这个有，原来就没有生灭的那个见性的话，你就不会像他们那种的执见了。王闻是言，这个波斯尼王呢问了这个，现至身后。舍生去生于诸大众，踊跃欢喜，得为曾有。这个经过佛这样开示，就是把这个见性啊说出来是不生不灭的。身体虽然有生死啊，这个心是不会有生死的。所以波斯尼王听到佛这样讲以后啊，信至身后，他深信呢，一个人呢死了以后啊，这个身体灭了以后啊，舍生去生，舍弃现在这个身体这个生命，又去另外一个生，这个舍生去生啊，就是一般讲这个有。死了以后还有中阴身，中阴身以后然后再找再碰到缘呢，再又投胎，再又这个转生，这是就凡夫来讲这个意思。什么呢？这就针对了外道断灭的之间，破除断灭之间的那么就是破除断灭之间的话，那就不会对于生死啊发生恐怖了。那么不过在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说，就舍生去生这之中，舍生去生还是生灭法，就从这个生灭法之中啊，
就有不生不灭啊，这个随着在那里，虽然有有生有灭，有去舍身去生，舍身去生呢，这个华严经里也讲啊，有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呐、啊。这个见性，一个人死了之后，你说这个见性怎么样呢？见性是随缘的，随缘随到哪一道，它是那个形式还是不变的？随缘不变呢、啊？再个说呢，它是不变还是随缘？凡夫众生就是在六道里面，在无论在哪一道，他的见性始终是不变的，始终不变。那么你明了这个理的时候啊，这个断灭之间就把它破除掉了，然后你肯用功夫啊，就能够把这个生死的假象就能除，就能把它破除掉。所以这个关系呢，你与诸大众永远欢喜都未曾有啊，这个不思涅王以及再会大众啊，非常永远的欢喜，这个从来没有啊听到佛开示这样的这个啊好的这个啊这种道理，就是得未曾有，现在听到了，所以欢喜欢喜的永远。那么下面就是阿难尊者就是在问，那么这个我们下回继续。